拜前啊，才借给那一张纸皮而已、啊。你的纸皮这么多，可以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啊，我们那养那个三五箱，那没有纸皮耶。就是养越多越，那现在开产啊，这么漂亮的吗？哦，这就是工产群啊。工产群我都没救他，这从过年前就工产到现在才过的。哎，我那天很好玩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十二月开始工产的哈、哦，大概是原来就跟这个差不多。对啊，你看蜜蜂本来六七片，剩下这样啊。对啊，我那个五片拆群之后剩下五片，对不对哈、哦？一路肉到现在一片蜂都不到。后来我丢一个刚出台的，你说那个工产熊，他已经通通被他赶出去，剩下没多少。对对对，那个就不用理他，他会自己把他赶走。是。你看这雄蜂现在这么少，那你说蜜蜂小群有没有关系？这么弱，它纸皮这么多，对，这也是工产群、哦。你这个是后面开产的呀、啊？这个都是后面它开产的哦。哦，厉害、哦！凤凰在这里啊，在这里产卵了、啊，刚好在产卵，有没有？屁股下去刚好在产卵。等一下它就生出来了。你在哪里？蜜蜂围着这边、哦、有吗？这里面产卵，好露露啊呢。它在产卵，它又有在产卵呢哈。对，它刚好在产卵、屁股插在里面。我出来。这只那么肥哦。超级肥的。这开产多久了？这开产差不多快一个月了。这个是第一轮的籽啊。第一轮的籽。你看它蜜蜂稀稀疏疏都没有蜜蜂了，它自己产那么多。你这边环境好，你这边环境好，楠木多，我那个没有进补啊，那进到那个苦楝蜜啊都没有进到楠木蜜，结果那个工产两个月哈，存活归家。雄蜂，被它赶成一堆嘛，对，会慢慢被它淘汰。等它没有蜜才淘汰，还是说它不让它吃，它就一直赶？是哦，你们给它赶到已经赶到最角落来了，你看，这都是这些工厂，都是坏掉的皮，它自己慢慢修。这边还有一些工厂的，还没完，有没有？你看你这边的皮被咬掉，是超虫会咬还是怎样？因为它自己咬。这里，它自己咬。老皮它会咬掉。老皮它自己会咬。哦哟，它不咬，我逼它咬。你怎么逼它咬？你要怎么逼它咬？我们逼它咬啊。哦，逼它咬。割掉。那个比较丑的不喜欢的啊，割掉，割掉，啊，那是公熊皮呀、啊，不行，哎呦，你割掉那气就是提摩拜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不会啊，不用提摩拜，提摩拜好，刚好，刚好而已，那现在它完全不会跑。完全不会跑，它现在蜜蜂这么少，籽那么多，它哪会跑？对，怎么弄它，它都不会跑，它跑出去它会死。是，所以你这多一片空片，把它当隔板给它呀。我这人比较懒，都会先放着给它。上班没时间顾就给它，是放着就不理它，对不对？那你最近很忙嘞，要戒网，要拆，然后还要看。忙完了，差不多拆完了。拆完了。那还没几箱可以拆了。你现在就要开始养到八片是不是？对。这也是新片。这箱就不会像刚刚那么凶。正常。你如果碰到那个凶巴巴的那个蜜蜂怎么办？是换网吗？还是哎呦？有些蜜蜂一开就直接往脸上冲。那个大部分都是天气关系的。天气关系哦。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不会。是哦。对啊。没有说每一箱都这样。那、你今天看它会这样，明天它不一定会。是哦。对啊。有没有那种，只要开箱就来叮人的那种？有。有。普通都是天气的关系。普通都天气关系。嗯。那、有没有说？五箱里面就那一箱特别这样的，有时候也会，也会哦，有时候也会啊，那就不要留它的种就好了。是哦，嗯。他们说特别会采蜜，特别凶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种说法？有，有啊。嗯，越凶的会，好像采蜜能力越强。是哦，
那你喜欢那种的吗？嗯、啊，你喜欢那种的吗？我不喜欢。啊，恰北北，看搞。恰北北那个我不要。恰北北的比较会赚钱哦。嗯、那个我不要。你现在看什么？看开产还是找蜂王？没有啊，这只应该下个月又会分了。下个月又会分？为什么？全部都是熊、啊。对对 对, 对、啊。你是看到那个熊蜂皮就？这个就是熊蜂皮做的不好，把它割掉嘛，要让它重做嘛。哎。如果它又做出来又是熊。还是熊？嗯。哦，好。是它要分了。要分了。分家的欲望很强呀。嗯，它要分了，起熊就开始要分了。对，那你要怎么处理？啊，你要怎么处理？等啊，等他。你要等他分的时候哟，还是等他起网台？起网台就开始给他分啊。再给他拆一次、嗯。要不然如果有多的网台，也可以先拆啊。哦，啊，你这个四五片还可以再拆哦。可以了，现在没关系，现在拆到剩下两片还 OK 了。哦。你没有拆成一。现在拆到剩下两片哈、哦。啊。到六七月，嗯，采蜜，哎，它会上到六七片。哦，那么厉害哦。嗯，